化学方载具，我们要来到五号仓库，海关的五号仓库。只要不知道，就是绿木房双上门走过来，或者是零一三拉闸房走过来，就可以到五号房，就是零一二撤离点旁边这间化学厂房进来。然后进来就看到一台蓝色的修理车，我走到它后方就有一个标记点。就是用化学载具，要去玩安全撤离就好。